OK， 现在呢就到我们实地演练的时间了。龙燕，终于来正式的实地演练了。对，那我这边用的是倒吊，你这边呢？我用那个吊的那个。我用漂五千。五千。那我挂卵，我挂的是那个蚯蚓，你呢？挂这个有鱼尾的，但是我挂中间。那我应该算是有两种功能的啦。你这好骚哦，这个尾巴。蚯蚓加鱼尾，感觉。尝试看看。你上次来的时候天气凉很多。嗯，真的。所以照到雨如鱼应该会比较开心的。对对对对，比较开心的。可是跟我们之前对，我们应该叫，可是跟之前学的钓法都不一样。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用德州嘛，对，比较常用德州。嗯。哦，是打枪打得很凶，开枪哇！我刚讲的，打枪打得很凶，这样开枪开的，开得很凶，开得很凶，老师打的很，老师已经结婚了哦，不好意思。那老师，哎，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种改变吗？好，因为这种虫呢，它是蚯蚓加上卷尾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用五千的话，落水之后，它的重量不平衡。不平等的情况下，它会变成一个没有动作，动作很奇怪。所以呢，这种卷尾的话，建议一般使用都是倒吊，或是一个就是鸡头钩，或是用那种五千，然后曲柄钩，我们可以钩它的头部，像这样钩着，这样子。那顺便走出来就是像这样子的动作，像一只小鱼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尾巴拖着。不然呢，就是钩中间嘛。这叫 Waki， 我们可以用这个插签，螺丝起子也可以，但是螺丝起子它的应该说它那是那个这个插签它是高比重的，那如果一般签的话，它的比重比较低也可以，但它的体型就会比较大。那这个是插签，它是高比重的 HR 的，所以呢它这个重量会比较重一点。那我们怎么用呢？这是它的饵嘛，那我们就插它的头部，尾巴在后面，插头部。这样子，从头插进去。珠子是有啦，会响的哦、喔。那个有。好，还有这种。有，那就这样子，那就这样子插进去，它就头朝下。好，那我们呢都会留一些些出来。为什么不用整个插进去？留一些些，这个是钨钢的，它很密度很硬，所以呢敲到石头之后会有声音。那利用这种声音去吸引鱼的注意，就很像那个虾子在翻石头，那啵啵啵翻石头的声音。然后落水之后呢，它会这样子下去，那你就只要这样平收，这样跳，这样跳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重量比较重，会跑比较远。好，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。也是用桥底。沉下去快多了，重量。那我现在就是属于一个露珠的状态。关于这个露珠，你觉得会痛吗？不是，就是那，就是你觉得那个好跳吗？蛮好跳，就是有感觉到它会碰到底下的，扣扣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就有感觉，就有感觉，感觉有更明显，对不对？有。如果比较的话呢，你这样勾到没办法扣的时候，你要动肩膀去把握时间。好像哦，这很大哎！嘟嘟嘟嘟嘟，阿鲁，哎呦，阿鲁阿鲁，哇，这只好瘦，也蛮长的。对啊，它头是凸的，这只其实它可以肥到很肥。
但是可能是食物没有很好，还没吃饱啦，准备入秋要大吃特吃而已。拜拜。再过来这边好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。好，不用。这个网子，有点可爱。小卢。网子太小，网子太小了，我们就可以放进来。哎，老师，钓鱼吧，钓鱼吧，耶！爸爸，拿起来看一下，把你的手指插进他的嘴巴吧，扣起来。哎呦，不行吗？不要大，没有，你可以抓紧一点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哦，老了老了，耶、yeah! ，加喽，嘟嘟，哎，等下怎么我随便？你在跟他讲话吗？我已经跟他讲话了。我刚刚好多，你熟悉一下，好多那个黏黏的吗？嗯，他的口水，你知道刚刚的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一样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这感觉真的很奇妙，我有学到一个新的。可我觉得现在是对于我个人而言，就是懂越多反而越难中。是吗？嗯，我反而觉得说，因为懂越多，考虑太多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可是好像是没必要的，丢就对了，是吧？嗯。OK， 梨也咬了，梨子咬了，咬了咬了咬了，哎，这是大的。哦，这样这样。王子手准备，王子手准备。哦，哎，你现背要不要？没关系。哦。哦，这是猛哦！哇！来吧，哦！拉上完！可以！你是不是拿到奇怪的东西了？没有，不要紧。它钻进过去了，有看到。出来了吗？探头了吗？对。我看。有。你挡住了。看到。看到。哇！在爸。爸。哎，这只比刚刚那只又大一点，就是跟阿猫 size 吧。好，抓手，抓嘴巴，拜拜。Get， 好，可以跟他讲话。阿卢啊，今日你敢有欢喜啊？嗯，他你看嘴巴笑得那么开心，应该是很开心。大嘴巴，大嘴巴。好了，大家要跟他说啵啵哩。啵啵阿卢。哇，老师哦，是也蛮大的。哦，这是他吗？嗯，对啊，应该刚刚就是他吧。小坏蛋，你凶哦，小坏蛋，就是你，是不是你坏蛋？哇，这次还蛮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呀，哇，瘦瘦的，那算瘦。对啊，这是瘦的，酷哎。啊，是哦。不错。可以。OK。好可爱，对，爸，爸，对，爸，老师，我要那个，然后最喜欢跟我们的机长，老师跟机长，好机长 ，you， 对，爸 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好啦，拜拜，这个方向比较好，这边刚好一开始，这位置，因为这位置被摇走的。对，最后看到手，看我会去有那么几点。对，从路去到一个小时要死。先开车的话，已经跑不到了。
水稻会塞啊，南下都不会，然后说南下比较多，我来说南下是冷的，所以钓鱼时间就排好了。小卢，哇，好小，好可爱啊！哇，好猛哦！好猛哦！而再度见证神话。哈哈，说中就大炮。最后一杆，收最后一杆，就最后一杆。完美 ending。下课鱼啊！小卢，可爱。是小卢。对，小卢鱼。OK。钓鱼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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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OK，ending， 爸。又爸。爸，有了有了，终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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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